吃东西噎住了，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旁人使用韩姆立刻急救法，在第一时间把人救下。不过这位哥哥的画风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了？这个是吗？因为老师演戏了吗？家人们，我实在是笑不活了。哥哥的抢救没有任何技巧，全是感情。弟弟为了活命，拼命的把糖吐了出来。泰森一秒都不能出十八拳，但哥哥做到了。还有这只狗狗，主人喂食，自己吃了一口卡住了。主人看到之后，立马开始抢救，但可能眼睛视力稍微有点差，都吐出来了，还在急救。也吐的那么多，就出现了暴力救狗的一个现象。狗狗转危为安，又转重危。小狗表示：“我谢谢你，浩浩。”